大家晚上好，你们上好。因为HemoHim就是六个月前我中风了哦，六个月前我中风，我进了医院。对，进了医院的时候，我半边不会动。哦，在 ICU 住的时候，第八天我还在大在我的脑后面。哦，在我的脑后面中风，在 ICU 里面住了八天，在第六天的时候，果然我隔壁 是一个中国人，好、哦，他老婆拿给他老公喝，在第六天叫我喝，我不敢喝，因为我在吃药，好、哦，我就怕了，好、哦，就是第七天的时候，我看他脸型啊，蛮好的，蛮强壮的，对不对？我就说试试看咯，他给他喝，我就喝，很神奇的，隔天早上我们这个会动，好、哦，会动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好哦，还想着西药好，好、哦。 多一天早上，我这边还会动，好、哦，我喝第四天的时候，我的脚趾头也会动，可是四天过后，我没得吃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想着西药好，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个好，好、哦，那个人就转移去物理中心，因为中风人是这样，到我是在 ICU 出来地方，我就出来了，哦，他就转去物理中心了，我见不到他，好、哦，我在医院又待了三个礼拜过后。 我转去物理中心的时候，我又遇到他，又在我的隔壁房，啊，隔壁床不是隔壁，隔壁床，他的老婆给他喝，我又喝，我喝多次天，好、哦，他出院了，我也没有拿电话，也没有，我就想着西药好，好、哦，到的时候到了过程就是说，过了三个礼拜过后，四个礼拜，我出院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一个朋友就是打电话给我，介绍我买牙膏牙刷。 哦，我就吸了斯蒂巴拉，应酬他买了牙膏牙刷回去了。又隔天我就打给他，哦，是什么事情？我在家里医院住了，很闷。我找他喝咖啡，我就斯蒂巴拉找他的时候，明生来就请我喝了一包。我打开喝的时候，诶，这个味道很熟嘞。哦，他来的是放在这个杯呀、啊，给我喝这种杯。我说这个味道很熟嘞，我就刚刚买了一盒回去。一盒回去的时候，我又跟他同。 一样的做法就是放到杯，摇一摇就喝，哎，吃这个来的呢，我就在想了哦，可能我医院我在医院遇到贵人，我早喝这个还有这样快康复，那时候我就是说不敢再吃太多啊，在每个人都一样啊，新药相信不相信啊，就在考虑，好、哦，后来我听人听讲，哎，我听人家说要那个要三包。 我就跟着三包吃，三包吃了，我体力很好，过了一个礼拜，我的拐杖费用拿了，高兴吗？好、哦，拐杖费用拿了，我就是说每天三包这样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中风的人怕冷，变成没有这个回事，怕冷。你们讲这哦，因为我有很多那个那些朋友看到我在医院的情形，中风的情形，对，我的朋友每个都跟我这样喝，就是头三个礼拜你会很热。 水多多喝，好、哦，不要太热，今天放弃，不要放弃，留是啊，每天继续的吃，好、哦，不要太热，放弃一天，明天又再来，好，谢谢大家。